谢谢。他们整天在学校惹是生非，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理。以后叫你有谁欺负人，我都会管。他们的愤怒，如果让他改过自新，他就可以成为学生的典范，那意义就更大了。他们的失败，相信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擅长，他们的执着，性格决定一生。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人生，全都为了一个使命。 全新社会写实剧，我们等你。8月14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上9点，8频道。